抽了四个了，一个都对不了劲，毫无意义。哎，可以，就你们这个。 啊，没有号的，主播带你上车也有，上车带你一把也可以啊。谢光明送出的情书，走位，带一个 W， 他现在等级已经裂开了，他偷袭了他一波，他现在没有状态，走位。 抽一波 ，W 挂上，假装往后退，在他蓄力的时候 AQA 拜拜。这波我好像失误了，兄弟们。我刚闪现 AQA， 操作没问题，但我按了一下空格，屏幕移动了一下，因 A 被我的右键打断了。 问题不大啊，把他杀了就行。只不过这一波能做到更好，杀了他之后我能活。这波抓住的是他的僵直，他蓄力 Q 的时候，他没办法放技能。 哦哟，小丑，你真装啊！哎，我是不是被看到了？来来来，月亮。 嗯，我们就大乱斗就完事了，还把线得了。这波亏了一波线去游走啊，一波半。但拿到人头了，因为这波对面是残血，满血的话我不推荐这样去玩，但残血是必成功的。 就主播也不是说，不推荐大伙就是，不建议大伙这一直亏线游走，咱们可以有一波去亏线游走，但是后面两三波线你就要回去补等级了。先拿到一个人头的血，拿到人头之后，回家出一个提亚马特，让我们快速的成型。 提亚马特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推线能力，推线能力出来的时候，咱们就 W 提亚马特顺推兵线再去游走，就接下来没有亏兵的时候了。现在每一波兵我都能吃到，然后游走也不落下。 直到他们残血，我们就会去啊！速推兵线，然后直接当着他的面去游走就行。这就是南刀需要注意的点。
他视野。Q R A， 皮亚马特，翻墙补一下，他应该走不了。往前一个翻墙，加速要没了吧？往前一个翻墙 ，Q A 一下，一个 W 皮亚马特，再 A 一下小丑，震死他！他不来，他队友跑了，我操！我这波 A 不的，哎，往前一个翻墙，一个近战 A Q A， 然后去送塔，这样是小丑的人头，不要给 C 位，给辅助最好。啊，咱们要利用上这眼前能看到所有的一切。小丑，我 A 他，为什么把他杀了？提亚马特有一个正式伤害，正好就缺这一点。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我们现在西部，这应该是说西部魔影吧？西部猎龙是谁？西部魔影的话买不了，变成限定了，好像是。现在南岛很多皮肤都限定皮肤，就比如猩红之月，打猩红之月，我觉得之前是在能买里面比较好用的一个，但现在变成限定了。无处可藏。男刀现在能买的皮肤还挺少，就三个。接控 ，W 接二个，打两个，再回头 ，A 一刀。还行，那都给辅助了。西部魔影可以买，现在可以买吗？那我可能记错了啊，可能这个能买里面是猩红之月。我记得男刀现在就三个可以买，就连刺客信条都不能卖了。这个信条都变成限定了。不要妨碍我。现在抓的人，但我们抓了那么多人，五刀还不比这个德拉斯少。说实话，没咱们这波抓人，这把可能要立。总战绩居然只拉开了一个，我从不妥协。刚刚上一波还是抓住这个卡莎，有六级有大招，但女坦把他控住，我们接控把他秒掉的，卡莎都开不出啊。要不假装游走就好，及时卡视野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在这吗？逛淘宝是吧？拜拜。啊？还用点燃的吗？完了。他们活不长。我操！天亮了是不是啊？我刀盖怎么对这个伤害计算失败了呀？虽然他交了个闪，但我是觉得伤害够了，所以我没用点燃。真是。早打也发现了，然后他这波以为我不回去了，他记了，他没有闪，走位，去位一下，切毒一下，再个 W， 走位接二段，有被动是真的。OK。
不用飞，这不龙女没有大招，小丑不敢打我。德拉斯还没复活，硬吃，再吃。哎，我被卡墙了，差点。大刀反着跑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我是蛤蟆，我是蛤蟆，看不到我吧？我刚才那波被小兵卡住了，我狂按E翻不出来。还行，反其道行之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找我了。当然他找到我也没事，因为我们可以翻墙去送塔，我已经做好了送塔准备，跑到最后就是送塔而已。女塔没有闪，他们活不长。啊，咱们现在已经打了很久了啊，通宵了，操作没有那么的，没有开播那么犀利了，但是现在依靠一手英雄适合 W 闪 QR 一手亵渎，往前一个翻墙追过去一刀斩，往前一个翻墙，往后躲一下，躲一下 W 一下，往前一个翻墙，往前一个翻墙卡视野，左位扭一下 WQA 亵渎，往前一个翻墙，往前一个炸弹，再往前一个翻墙，人有点多，四个抓死两个够了。啊，我杀了九个人，一个助攻，中单只有四个，我核心我抓了他都有五个。国服就是大乱斗，你能游走就可以抓人，就可以杀人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对，咱们平时排位里比较难打，就是因为你装备很差。但我们现在最适合排位的就是不要妨碍游走最快的英雄，对吧？男刀在没开大招那种抓的是最多的，给你好的装备你自然就能 C 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好装备你都 C 不了，那就玩啥都没用了。其实我从不妥协。往这边拉，再往这边翻，哎，不慌。德拉斯还有三秒，不说，我先回去。我妈捞妈捞的话。只能说排队的时候玩，排队的时候可以随便玩一手。他们活不长。减速了，能控到吗？可惜，这需要是补位的啊。离点一手，问题不大。无处可藏。不过也是逼了个闪，虽然刚刚泽拉斯不交闪，其实也好像空了，但压倒性啊，气势压倒。A 大招走位阶段，一个 AQA 亵渎直接带走。
现在泽拉斯不知道在哪，咱们可以砍他视野。他如果没来下路，我可以再吃一个塔。他还在中路出现，露头一秒我直接出来，但可以保持这一手回神，一直卡在最后一秒。只要他出现，只要他出现，他出现在中路，我就出来推塔吃兵了，因为我现在插旗。主播西部魔影和猩红之月选哪个？我选猩红之月。一会儿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皮肤排行榜吧，有手感为主的排行榜，也有这个以外观啊不以手感为主的排行榜，各自都有一套，只能说给到我参考参考。翻墙过去，技能僵直，他没办法放E。这里我有个问题啊，兄弟们。稍等，没事，先再执行一手。我从不妥协。他杀的人在哪？中路两个人是啊，不是个 ED 吗？完了，我被他小丑的分身给骗了。算了，拆都拆了，他敢来我就敢死。我刚刚看小地图有两个头像呀，结果是他的分身和真身。还好卡莎最后也是居中的，不然这波应该要死。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，泽拉斯放蓄力 Q 的时候是不是没办法放 E？ 兄弟们，我平时都是抓住他这个时机，但是咱们其实我也没怎么玩过泽拉斯，具体是不是按照我这个想法，我还不太确定。是我的最爱。不慌的，挑战我，做好死的准备了吗？这波不值得一个六吗，兄弟们？就前面那一波闪，这啊反杀龙女，我觉得哥几个来都可以啊。但刚才这波可是有点极限啊。我觉得直接夸赞一手不犯毛病啊 ！A 一下 Q W， 刚刚已经确定他没闪了，没闪没大，直接杀，不要用大，该省则省，在合理的情况下把这个技能省。一手 W， 这是假的吧？这波为什么我确定他是假的？因为他人在这里，但他过来之后零秒，他的那个角色就过来了，但他开大招起码有个一秒钟的僵直，所以主播刚才就分析出来，这个他应该是把这个分身拉到极限距离，然后 Q 技能把这个分身带过来。我从不妥协。没玩过小丑，还没见过小丑打。速战速决吧！
来解毒 A 一下，看他视力 A 一下，这是强。去尾反杀。哎啊！哦，李谢，不是谁知道在果实这旁边有个盒子呀？心理变态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才会为我牺牲。第二套 CD AQA 滴血不掉，无处可藏。爆炸！不要妨碍！大不了闪去 A， 直接给他后排冲要吃，又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杀人族已经到十五层了，直接给他杀人族清零。绝望卡莎，哈哈，拿下。舒服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不可藏。
高段 W 压起身，哎呀，压到了。这小丑辅助确实有点折磨人呢。他们拿低拿我的药血，就像一窝穿山甲。小龙女在哪？压力这么大，他太想活了。走，我操，刚打出头鸟，我被盯上。还行，他们现在已经在出肉了，脖子甲，但我这个穿透来的正正好。哎，别吧，我感觉要来一波团灭啊，虽然现在没有大龙。这录播还直播？直播直播。包是直播的呀。刀尬的全年无休啊！只要直播间有这个动画在放，那就是直播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哎呀，戒指锋刃没了，那很危险啊！一会儿，快躲闪！大北回头，再个 QA 亵渎。扭一下，往前一个方向再躲一下，再 Q 回去躲一下，再一个 W， 小丑在吗？小丑没有 Q 过来，那应该没事。OK， 再一个 W， 二段压起先不用看，剩一个小丑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不用大龙，一波了。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，哦，舒服了。